拉坑了。我靠了一点，后面你不要掉点啊！我靠来了一点。小兵，他死位有，死位了，高点，高点一个了。小兵，掉掉掉。进来了，他进哪儿了？我看到下来下来，没事没事，加玩家一队的，天霸可能会补过去，他补不了，漂亮！有个高背，天霸进去了，没事，给他兄弟，我们得把南边靠，好扎外面。好寂寞，我怕。掉了一个吗？好的。下脚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跟黄，跟龙特七，你去跟龙特七。进到远点跑了，到远点跑了。那边。左边那补了。到左雷。我跟不上你。帮我外面扔到具体吗？他在我外面近点混着。我丢雷，我丢雷。左边来，你别过去。我左边丢一个。金标 DSS， 一滴一滴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一滴一滴一滴，给他整了给他整了就整了，就两个，这位置好尴尬似的，菜，回来回来，能回来吗？夜色那个顶过去了，绿标，你赶紧往右跑，要吃上去了，来来来，我来了，压过来了吗？想压，压了左边，左边来了一个，我给雷我给雷。不救吗？被穿死。能往回爬一下吗？你救黄一鸣吗？救不了，独打，打好像还可以。有救，这没那么。两个人了，两个人。可惜。谁救我不就行了吗？谁救你？我救你吗？我说渔川，随便来个人都来。我想丢颗。